又是慧姐卡，慧姐这小子，我到底是来看鬼把通见干嘛？爸，那电话你啷个接？我无啦，都唔知得几间证券公司打电话我，哎，我要买上市股票，我感觉出烦嘞，我想要买，才甲关机。 爸，你是安怎？一直甲我看，你是不是有啥物话要甲我讲？你来等来厝。无啦，阿妈讲哦，伊有退烧的定价啦，啊，我等来听，所以较等来，我去买去卖跨小夜。蔡永为虾米啊？啊，你甲我看啊，是虾米意思？爸，你是有虾米话你直接讲，不要紧啊。 你敢不知我是什么公司？你是不是要创啥？你卖我干嘛？你遐尼紧张要创啥？我只是来甲总经理夫人看看的。 要是讲，我哪敢给你啦？就像你讲的，就像你讲安尼，我是渣男，你是小三，咱两个下当讲是天生的一对。阿娇，你乖乖听话，我都不爱让我要插手干涉，像我感情这么混来啊！ 所以你也真正出去找来病，都是为了要看我干死。我嘛是同款的，我真正拢无度甲你放袂记。你若是不相信，来，我先我来帮你，啊，好了，慢慢讲，乖，听话，啊，听话。 是你，我跟你讲，我绝对不可能搁倒去你的身躯边啊！今仔日，咱是上后一届见面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你的鼓励，我即摆已经交男朋友啊！男朋友？ 你是讲张元志？我唔对，伊比你搁较好一千倍、一万倍。重点是，伊无结婚。下。